所以这次试镜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两个人就上帝的爱祷告的能力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配，而且也是有罪，但就是我看见神他愿意用他的爱来包容一切，他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让我有机会成为这样子。还有第二次祷告，因为多祷告就多有能力，透过祷告我真的从神那里汲取到很多的力量，然后我也要借此机会，我要感谢我的为我伴奏的乐队和我的驻唱，还有我的驻唱团，因为他们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典以及他们的恩赐，使到我的重担已经被担当了一半，因为他们跟我一起并肩作战，所以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致亿万分的谢意。我也要向鼓励我的一些弟兄姐妹趁此机会向他们说声谢谢，那就是牧师、顾问、神学生、齐平、还有很多主路玲玲，还有艾丽，还有很多。当我在那时候排练的时候，我没有能力的时候，可是他们却给我很多鼓励的话，是我真的愿意再次学习在上帝面前尽我的全心以及全力。